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UP 主的频道。那么呢，今天呢分享的这个刷金条的方法，这是这2个月来最爽的啊！它仅限24小时，所以说你们要抓紧时间了。抽一根雪茄呢，就给0.5根金条，你可以无限抽雪茄，无限刷金条，非常的爽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首先呢，我们需要设定一个表情动作为抽雪茄，这个怎么设置呢？每个平台都是不一样的啊。我们主要在动作这里找到抽雪茄，设定之后呢，把它设为最爱的表情动作。好了，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最上面的那个表情呢是抽雪茄，按 Y 按的不放的话，它会一直抽，不会马上把它扔掉啊。这个可以延长时间，这个你们要记住。那么呢，当我松开 Y 之后呢，它就把这个烟扔掉了，它就算一次抽烟了啊。当你抽完第四根之后呢，打开快速加入啊，故事任务待命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打开表情啊，抽雪茄按的不放。按 Y 按的不放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它就会转到一个界面。稍等一下，好，就是在这个界面啊，你就可以松手了。松手之后呢，它还会再转到另外一个界面。哎，就是在这个界面，赶紧打开菜单设定、网络设定，然后断网。每个平台的断网方式都是不一样的，你甚至可以直接拔网线更方便，对不对？接着再重新上线，回到游戏啊，回到游戏呢之后，它会提示与2楼线的连线已中断啊，这个直接点击继续就行了。然后呢，再重新上线回到地图，回到地图之后，你会发现你现在金条呢多了0.5，现在是194.6啊。我们来确认一下每日任务，来，它又重置了每日任务，我们又可以再刷一次啦。好，最后呢，我再放2、3个节奏比较慢的实况，大家看得更仔细一点啊。好，我们又上线了，可以看到我现在196.1黄金。OK，我们来看一下每日任务。哒啦，我们也可以抽烟了，来吧，抽雪茄。第一根，第四根。我们来确认一下，你看1/5对吧？然后接下来呢，快速加入故事任务待命。OK，马上抽雪茄。Bingo，准备了啊，准备了啊！来，那个点错了，点错了，点错了，赶紧离线。天呐天呐天呐，不知道晚了这一步可不可以？哼，好吧，上线。妈耶，差点翻车，吓死人！196.6黄金，OK，咱们继续刷吧，挺开心的。你觉得烟草？来，第四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再确认一下，nice，来准备，快速加入故事任务待命，抽雪茄，nice，哦，赶紧网络设定，然后动网。哇，差一点点就翻车，然后再上线，可以看到我现在是197.1黄金。好的，那么呢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，加个订阅，获取最新的，欢迎到配个2线上攻略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